有被捕人士，釋放所有被捕人士，要求政府官員和香港警察問責下台，或者要求政府官員問責，要求政府官員問責，要求犯罪警員被捕，要求犯罪警員被捕。不過咧，咁佢就話咧，因為咧，即係香港咧，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。香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。咁係嚟到呢一度咧，就支持即係香港，咁就有一個連帶感咁樣樣嘅。即係一個嘛，我就話就嗰啲公司，就話就自己先得。一啲分子，啊。啊，做得啦！啊，有冇做 ？Can we also have Q&A？ 嗯，咩 ？Any question？ 嗰個用啲咩？誒，空空咯，幾多張？嗰個千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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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幾多？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，以及懇求世界各國施予援手，以一切一切嘅辦法。保護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。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和一個熱愛自由民主的國際都市。我們不希望香港發生另外一場六四事件，亦不願意被監禁入改造集中營。我們懇請國際社會衡量之，盡快行動，動員拯救香港。多謝 ，Thank you。